你是谁？我不是说了吗？我现在没有在玩。这么说来，我们两个都算得上是王霸将军的手下。既然你居然能获得将军的认可，看来实力定然了得了。那我就麻烦你一件事，这，我会麻烦你去那里找找这个侦察兵的下落吧。若天师如此之高，必须要使用轻功了。 任务道具。西部岩石侦察报告书。最近接二连三的开始有山贼出现在黄蜂沙漠。据我观察，陆林道的新兴势力就是赤龙寨，他们似乎在追踪什么人，看上去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样子。倘若坐视不理，这些人很可能会妨碍王霸将军寻找宝物。尽管赤龙寨，不如我们干脆找出赤龙寨在追踪的人是谁。谁？若是有人找到这份报告书，查明赤龙寨的，你现在无法使用。 你现在无法使用。你现在无法使用。使用。你现在无法使用。你现在无法使用。Go!
你现在无法使用。现在无法使用。你现在无法使用。你现在无法使用，无法使用。你现在无法使用。你现在无法使用。这是什么？是你说等等，我分明记得在哪里见过这张脸来，肯定没错，当时那个少女